今天呢，给大家认识这个 VS 手绘软件。打开这个软件呢，其实很简单的，属于傻瓜式操作吧，没什么难处。这个打开软件呢，就什么都不用管，确定叉叉，千万不能更新。咱们这个软件呢是破解的。更新了呢，就用不了了。这里呢是存放这个，你制作好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呢是官方默认的一个演示，这是保存在线文件，基本上用不到。这个是创建一个新文件。这个呢是导入文件，导入一个模板文件。这个呢是默认文件设置，重点看看这个。这个呢是自动保存时间，默认是3秒，不用动。默认过渡时间1秒，不用动。默认暂停时间0.5秒。默认最长绘画时间，这个可以改到10秒就可以。默认图像质量呢，这个是越高，肯定是越好的。我设到1900，这个是像素，1900像素吧，这也就够用了，已经是高清的视频了。确定，然后创建一个新文件，点确定。这里呢，上面就是这几个工具栏嘛，这是返回项目窗口，返回的意思，这是保存。存文件，这个是将图像添加到画布上。这里有几个东西，这个呢是最近使用的文件，就是你所有使用的文件呢，所使用过的，它会给你一个记载。这个呢，浏览图像库，这个软件呢有一个自己的图像库，里面有各种这个手绘素材。这个是箭头，所有的箭头，它总共有2页。这都是随时会变的，指不定明天就会变成什么样了。这里呢，这个是一些商务小图标。这里呢，这些东西呢，做婚礼的素材应该是很少能用到的。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创意的小视频吧，能用到这些。然后这个就是导入 SVG、GIF 位图或 CIP 文件。这里呢，就是导入本地电脑这一个素材了。是导入自己电脑里的一些素材。咱们先打开一个吧，点开一个素材，OK，确定它就放在这里，让它放这。然后讲讲呢这个。这是添加文本，就是输入文字的。添加文字的，这个是图表，基本上用不到。这个是添加背景音乐。点击这块呢，就可以，选择咱们本地电脑上的一些这个音乐文件。这个呢是录音的，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在上面。这呢也可以选择，录完现成的声音。这个呢是改变纸张纹理颜色。这里呢有9个，就是背景，纸张的背景。你看，它就变成有点灰颜色这个背景了。换成这种背景呢，手绘效果会，视觉上会更好一些嘛。中间这个白的呢，就是空白的，是没有的。这个呢是改变这个选择手势，绘画的手势。这里有也有很多这个手势。这个空白的呢，就是
没有手势，你看他的预览就是没有画笔，线条自己在动，默认的呢是第一个画笔，然后呢这个是预览播放，这是全局的一个预览播放，一个全局的预览，重点这个说一下这里，结束时查看全局，把这个关闭，这个应该是用不到，用不上。这个呢是渲染并发布你的视频，这里呢创建视频文件，就是能保存在本地，这里有几种格式，然后呢尺寸，存到哪里，然后选择文件名，这个呢以后咱们再讲，关闭，然后到这里了，这里呢就是一个控制画布的，就是画布左移了，画布右移，画布上移，画布下移，它是移画布的，不是移图像的，就是空白这个地方，缩小画布，放大画布，适合屏幕。这个下面这块呢就是设置对象的一些属性，所有的添加的素材呢都会在下面一个一个的展示出来，点击这个呢就是更改一些属性，是绘画移入，绘画呢就是用一笔一划勾画出来，移入呢就是从屏幕的外方然后划进来，像 PPT 模板一样嘛。这里这个无画笔，画笔这个不用动，这个就选择无画笔就可以了。全色，这到这块，这是全色、剪影、绘调、轮廓，轮廓呢就是只画这个人物的轮廓，不上色，绘调呢就是变成黑白的了，剪影呢，一片黑，很少能用到，那咱们就用这个全色就可以，这个呢是透明度，基本上用不到，这个呢是旋转一些旋转的角度，这都用不上。这是动画时间，就是画这个图像用十秒钟可以选，暂停，就是画完这幅画，现在是暂停五秒钟，然后过渡，再用一秒钟，然后就切换到下一画面了，这个一点点调，现在先不用动，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替换画像，就是一点击呢选择别的呢，它就一选择对号，就给它替换了，然后这个是一些滤镜效果，像 PS 里滤镜一些效果什么的，这是都不用动，然后呢更改对象手势，默认的呢现在是这个手势第一个，这个呢就是空白的，你可以选择一些这些手势，还可以呢添加自己做的一些手势，这个呢以后大家自己有时间的时候研究也可以，那现在呢是这第一款，这个手势就可以了，那这个呢默认的都不需要动，这个就是删除，删除这个文件，这个就是这些属性，这个呢就是预览播放，播放当前这个画面，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一个快捷的一个播放时间的一个选择，
现在你这个竖着写的是11.5秒，11.5秒，它就是显示出来了。这个，总共这画面需要的时间呢是画动画需要了10秒，暂停5秒，过渡1秒，然后这里给你计算出来了11.5秒。这个小眼睛，隐藏显示。这个呢是剪切。剪切、粘贴、复制，这个咱们有电脑基础的人都懂。这个滑轮呢，就可以自由的控制这个画面的画布的大小。然后呢，这个是设置镜头位置，这个挺重要的。下面这个是清除镜头位置。如果没有固定这个镜头位置呢，咱们不论放多大，播放的时候它都是以画面居中这个位置播放的。把这个结束时查看全局这个勾掉。它没什么用。咱们暂时是用不到它的。然后呢把它拉大，拉到这么大，设置镜头位置，再播放，看看，就是你抻出画布以外了。它也是就这么画。它就是固定了。然后呢，这个是清除镜头位置。一清除了，它又恢复这个画布居中了，这么画。所以呢，咱们做哪个画面呢，最好是必须呢把这个镜头位置给它固定上，拉到画布合适的位置，固定一下镜头，然后咱们添加文字，随便打几个字啊。就是下一行，好，年华吧，见，遇见你。这个呢与 PS 和那个文字编辑是差不多的。Delete 就是上一行，那回车就是下一行。这个导入字体，这个是用不到的，因为咱们这个软件默认的就是一款这个中文的 YY 字体，所以这个是没什么用的。这个呢是改变文本颜色，点击这块，这里面有许多颜色，选择一个粉色，确定，好，给它拽到下面，然后呢放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这个呢，这个时候呢你要不把它设置镜头位置，播放完这个画面的时候到这个画面它就居中了，双击一下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就变成画布居中这个位置。试一下，看一下。它自动就放大了，到这个地方。双击这个，它这个镜头位置就回到这个位置了。咱们如果要想，这个画面呢，直接就一个画面固定在这儿，选择固定镜头位置，再播放呢，它就不会乱动了。
再添加这个文字，它叫N00吧，N00，拉大一点。Ctrl C 加 Ctrl V， 张小，张小明吧，张淼明，随便打几个字。然后呢，摄像头固定，不固定呢，它肯定是全局，去那个局中去画这画布了，那就影响这个效果了。咱们整体预览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画布啊，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画面了。然后咱们切到第二画面呢，就是鼠标点击空白这个地方，往左拉、往上拉、往下拉，往哪拉都可以，拉到一个空白地方啊，看不见它。然后呢再添加一个画布，选择这个，打开本地电脑，这个呢之前呢，这个文件夹里，这个是之前我都替换好的发型和眼镜，还有找来的新郎新娘这个图片的素材，为了制作更方便一些，更快一些嘛。选择这个吧，这个88，老大，放到这固定，然后呢再添加一个新娘的照片吧，添加这个，这里要说的一下，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照片是图片格式的，它不是绘画格式的，它会自动呢给你六种选择是怎么画，这个呢是乱线画的，就是各种什么画的，咱们就选择这个效果最好的，应该就是这个1、2、3、4第五种，选择第五种就可以。第五种呢，它这个图片画的方法呢，就是这种用笔勾勒出来的。但是呢这种效果我感觉也不太好，咱们可以先固定下摄像镜头，点击这个属性，点击这个移入，平滑进入就可以，然后这个手势呢给它改成这个，就是用手给它推上来的，就像把一个照片推到画布上，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动画时间呢不用太长，用一秒钟就可以。预览一下，好，一下就推上来了。然后加文字，
重新编辑一下。点击这个来自吉林长春，回车下一行。放到合适的位置。这个照片呢，这边文字固定镜头位置。播放，看看效果。发现呢这个文字写的有点快，然后得给它加点时间，加到5秒钟。好，然后呢这个画面呢就做完了。做完了，然后咱们切换下一个画面。给它放一个小箭头吧，指向一个画面的一个去向，点击这里，然后图像库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箭头，随便选择一个，选择这个吧。好，缩小，放到下面，然后旋转一下，点击中间这个按钮就可以旋转了。给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缩小，好，放到这儿，固定镜头位置。然后呢，咱们就拽到空白处，按箭头指示这个方向拽。好，再添加一个，添加一个男生，选择这个吧。放大，固定镜头位置，添加文字。先放一张照片哈，来放一张照片，这个照片。然后呢，选择第5个。添加文字，行，张淼云，
固定镜头位置，预览看一下。这个照片没有推上去。选择这个照片，然后点属性，动画时间一秒，移入手势，选择这个 OK OK， 这就好了。然后呢，发现这样，它这个每个画面呢结束的时间太快，给观众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时间不够它就过去了。所以呢咱们应该给这个文字这个结尾处暂停，稍微的长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吧，这个选择暂停两秒钟，这个选择这暂停两秒钟 OK。 然后呢再添加一个小箭头，这儿就有。再往下放，固定镜头位置，好，往下拽，拽到这儿，再添加一个画布，现在这个放大 ，OK， 添加文字。这个呢放到这里，画布呢往这边移，好，放大一点，固定，试一下效果。这个文字呢它固定到这个镜头位置了，所以呢播放这个文字的时候，这个人物这个照片呢自动就会往左移动，然后给这个文字呢导出这个画面空间。我们再添加一个箭头，让它往右指向，那这固定镜头，然后这个文字呢给它暂停两秒钟 OK， 然后拉动画布，再添加，这个放到画布中间，拉到合适位置，然后设置镜头位置，设置完之后呢就可以往这边
后见面券可以弄到见面券。好，然后添加文字。觉得放到这面不太好看哈，还是放到人物的这面吧。拽到这儿呢，然后上一个画面也露出来了，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好了？然后点击这个人物的画面，清除镜头位置。好，然后呢？这边拽着，使劲往这边拽。好，然后呢，再给它固定。这回呢，再往回拽。距离拉大一点，它就不会露出来。然后呢，把文字放到这面，放大一点。OK。固定镜头位置，然后设置暂停时间2秒钟。好，添加个小箭头，缩小，然后指向下方。大一点，好，固定镜头位置，然后往下拽。画布，这回放哪呢？放哪个呢？选择这个。位置，画面往左拽，往左移，添加文字，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句号。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身边。一点，
定镜头位置。同样，暂停两秒钟。好，添加小箭头。它画面右移吧，放到这，固定镜头。说到这里，咱们还是先保存一下吧。虽然它自动保存三秒钟，万一要是死机了或者怎么办呢？它也会缺少画面的。这里呢，随便输入就行。输入什么名呢？我的爱情故事。OK， 确定就可以了。然后画面再右移。选择这个，比较好。好，这边盖点。好，固定镜头位置，然后画面。再往左拽，添加文字，它总能给我带来一些小惊喜，小。浪漫有他在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晴天。好，放到这儿。固定镜头位置，暂停两秒钟，然后添加一个小箭头。其实这个软件嘛也很简单的，就是这几个步骤，然后呢熟练了就可以自由发挥了。这也没什么难的。这个难的呢主要就是这个动画这个素材是必须得有美术基础能画出来的。如果有现成这个手绘素材了呢，那当然制作起来就是太方便了，很快很快的。选择这个放大，固定镜头位置，然后点击画面往左移，给文字倒出空间，点击文字，在我难受
难受，想哭，想哭的时候，他会无私的奉献自己的手臂帮助我化解心中的苦闷。这100多个素材呢，其实只要你会写词儿，会编词，也是很够用的。就比如说这一个画面，其实也一张图也可以用不少文字去代替，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就往上添。固定，同样2秒钟暂停时间，确定，然后添加一个小箭头，箭头这么美啊，好。往右指向，固定，往右拽，多拽点，省着它露出来。然后选择这个画面，放到合适位置，固定镜头，画面左移，给文字倒出空间，添加文字。当然我们也会有争吵的时候，但是每次都很快的话题没有，因为他总是能勇于承认错误。调一下 ，delete 上去，这个下去，句号，确定，好，放到合适位置。OK， 固定镜头位置，2秒钟，来个小箭头，给它往下指向吧，固定，往下拽，这个放到合适位置，好，固定镜头，左转，添加文字，这是我
B。这是我脑海里幻想的求婚画面，但事实是他就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遍，咱们结婚吧。既然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我当然决定嫁给他了。是错误的，改一下，嫁给，好，嫁给，嫁给他了，确定。然后呢，两秒钟固定镜头，放个小箭头，好，固定镜头，往下，往上拉，准备结婚证吧，拉大。固定镜头，添加个文字，于是在2017年今年5月2日。在相识了635天的我们，来到民政局领取下一行，民政局。去了属于我们的小红本儿，从此我可以大声地叫他老公了。句号。好，放大。箭头没固定啊，双击这个，它就回到这个它的固定画面了。然后添加个小箭头，缩小，放大，好，固定镜头，然后这边转。这个吧，结婚了，放大，好的，往左移，好，
固定，再放大一点吧，固定，然后添加文字，今天我们终于走进了婚礼的殿堂，今天我们终于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我想对你说，我亲爱的，谢谢你的包容与关爱，以后的路。我想对你说，亲爱的，谢谢你的包容，晚安。不管以后的路是平坦还是曲折，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与你一起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永不离弃。不离不弃，终于白首。好，看看怎么样？文字有点太挤了，双击调一下，往上上一行。不管以后的路，我都会陪在你身边。风风雨雨，不离不弃，终于在手。这样，把这个去掉啊，下一行。这个样子了，固定镜头位置，然后暂停两秒钟 ，OK， 然后再给它放个小箭头，放个到这里面，选择一个小一点的红的箭头吧。这个吧，缩小，好，旋转一下，好，固定，转，选择这个。
觉。清除一下，再调调。好，放在这里。好，下一点。好，固定。添加文字。世界那么大，我梦想着能牵你的手，让我们的足迹让全世界每个角落，还有某个角落都能留下我们爱的足迹。固定，同样呢，给它来两秒钟暂停时间，决定，然后添加一个小箭头，旋转，好，转一下，一，好，放到这，固定。这么拽，选择这个，放大，往下拉，可以，固定，添加文字。这就是我们的爱，有点有甜蜜，有青涩，青涩，有淡淡的香草味。决定，我放到这个位置吧。决定，暂停两秒钟，添加个小箭头。固定镜头，好，这边转，再添加，结尾放一张双人的照片吧。这个照片哪里有？桌面上应该有一个，这个添加。选择第五个，放大，放大一点的，清晰一点，对，回来，放大一点，好，固定镜头位置，然后呢，手势。还是选择这个推的，这个选择移入动画呢，一秒钟就可以。好，固定了，固定了，然后好，这样就可以，往上拽一拽，
下文字。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见，百忙之中，感谢大家能在这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嗯，谢谢大家的祝福。好，放大，放大一点。感谢词嘛，放大一点。好，固定箭头位置，再添加个小箭头。固定，嗯，这个暂停是两秒钟。OK。往这边转，然后最后呢，放上自己的一个宣传吧，一个小 logo 吧。这 logo 放在哪里了？这里面应该有吧。这个应该可以啊，放大一点。缩小一点，放到这儿吧，固定，添加个文字，时光映像工作室。制作微信，微信46464404024。放到这儿，固定，再添加一个文字，我们的婚礼即将开始，把我们去掉吧，婚礼即将开始就可以了。即将开始，大一点的，固定镜头位置，都固定了。然后呢，这个结尾了，暂停的长一点时间，4秒钟吧。好，然后我们全局预览一下。就这样一个非常高逼格的婚礼 MV， 就要制作好了。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熟练了呢，就是添加手绘素材，然后添加文字就可以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暂停，然后呢添加一个背景音乐，点击这儿，
它那个里面自带这种音乐，但是效果呢都不是很好，不适用于婚礼这种音乐。点击这个导入 MP3 声音文件，这里呢有几个是我这个下载的几个铃声，几个 MP3， 选择这个吧，确定，好，这样音乐就上来了。然后呢，渲染并发布你的视频，点击一下，这块呢有个设置背景图片，点击这个，桌面上有一个我制作好的一个纸张的一个效果图，点击，这样就上来了，先关闭，就能看到这个效果，浏览，看一下效果，放上这个有点纸张这个效果的背景呢，效果就好多了，有点像在笔记本上画画的一种感觉，效果是很好的。再加上配上音乐呢，效果是很好的。好，暂停，然后渲染发布视频。这里呢讲一下，这个是创建视频文件，这个呢是发布到优贝这个网站上，这个呢是分享到脸书网站，转换为 PPT 换成片，咱们呢就点这个创建视频文件，点击这个呢，这里面有几种格式 AVI PNG 序列TPG 序列 WMV MOV， 这里呢主要就是这个 MOV 就可以，因为前几个格式呢咱们做这个这个视频文件有点大，总共得有6分多种吧，用 AVI 这格式呢渲染不出来，容易死机，只能选择这个 MOV 这个格式，然后尺寸呢选择这个1080高清，这就是1920×1080的，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是选择我们的爱情故事名，我存在呢，我这是默认存在了桌面上，好，这个点确定，它就渲染了。这个呢渲染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我试过6分多钟的视频，渲染的时间也就1个小时吧，或许不到1个小时就渲染完了，这个在能够渲染视频这个软件里呢，它算渲染速度是极快的。我曾经用 AE这个软件头一台电脑渲染这个动画，3分钟的视频就足足渲染了一宿，所以说这个软件制作这个手绘动画还是非常好用的。这个呢1个小时就渲染完了，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再继续演示怎么渲染了，这里显示剩余62分钟，其实很快的，不到1个小时吧就渲染完了。好，今天这课就先讲到这儿，然后下一节课呢教大家这个渲染完这个格式呢然后转换一下转换一下格式，就可以那个给客户存进 U 盘里或者刻光盘给客户了。